有感谢才记得在那儿度过无数的下课时光，还记得在那儿一起交换心事，处处都留有你们的足迹。学生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同学，各位家长，我想今天是我们泰和国小第78届的毕业典礼。祝福今天毕业的所有同学毕业快乐，心想事成。是另外一个学习开始的一个开始。阅读可以让你走向更开阔的世界。你们是很幸福的一群。信息。
钓池的挥汗如雨吗？还记得下课时间走廊上的串串笑语吗？又到了凤凰花开的季节，哪里在哪里？吼，啊，人家每次毕业都要用凤凰花做开头啊。有钱花和经验花不行吗？卖孬了，今天不是儿童节庆祝大会，今天是我们要毕业的大日子啊。讲起来嘛，真假是好快。想当年，我还是一个天真无邪、懵懂无知、活泼可爱、美丽温柔的。好了好了，美丽表好，唔通美外。我相信你当初一年级时，脸一定像苹果一样可爱，但经过六年后，怎么就变成一只狂野的火鸡？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有用甜甜的爱心调味过吗？拍水拍水，我刚才只是陷入回忆中，享受过程。我才不和你谈论。六年前派和操场的跑道是彩色的，现在是红色的。六年前我们是被学长姐牵手走进校园的，今天我们要撑开勇气的伞走出校园。六年前美珍老师和佩元老师还有慧芬老师还在照顾幼小的我们，如今他们已经早我们一步从太和毕业了。六年前很多人的段考都考满分，六年后有人的数学只剩停停停，这题跳过，当我没说。哥哥，你终于知道字条是最高明的幽默了吼。六年前我们太和的校长头顶散发着天使般的光环，现在我们的校长头上有的白。喂你头发没动啊？知识，让我们学习到放空的幸福和乱画课本的快乐。六年来，谢谢同学们陪我们度过精彩的童年。我不会忘记那些年，我们一起打球、打瞌睡、打传说。六年来，谢谢太和的六角运动场、爬杆和荡秋千，还有已经退休的古早味厕所和东铁网厕。学弟妹们，我不会忘记下课时一起争抢的篮球场和溜滑梯。今嘛开始，一切拢好哩。亲爱的学弟妹们，请帮我们照顾好校园中美好的一景一物，不然工友阿北会很辛苦。亲爱的学弟妹们，请尽量不要让老师们生气。老师们一定要保重身体，记得多休息哦。